好，大家好。我们上周呢，为大家介绍了李契碑和张谦碑的特点，还有他们的这个异同。今天呢，为大家讲解李契碑的基本笔画。那么首先呢，来示范一下李契碑的这个横画的写法。起笔呢，要回锋。 行笔收笔，就是让呢平出啊，也就是说隶书的这个用笔是吧？像写这个横画叫逆入平出，哎，逆入平出，逆入呢就是要回锋啊，起笔回锋。 那么这个收笔啊，实际上是不需要回锋的，就是平出，它没有这个提摁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行笔回锋叙事行笔，哎，到收笔处啊，自然而然的提起啊，它呢也不要啊提起来，像有的这样。 到后头提起来，就显着弱，也不能呢，到这儿再顿一下，啊，这样呢就感觉一个是啊轻浮，再一个呢这个呢感觉呢就拖沓，起笔呢一定要回锋，回锋呢这个回锋它是蓄力，啊还有是蓄势，啊蓄力蓄势。 就像我们打拳一样，是吧？要把拳打出去，先要回，啊，这个臂力要回来，然后再打出去。那么写这个横画也是蓄力的，啊，然后饱满使笔跟纸之间它的摩擦系数是最大。这也是呢，隶书呢区别于楷书和行草书的用笔，啊，那么一般来讲呢，礼器呢是。 啊，逆锋，像楷书呢，啊，或者说是行草啊，这个用笔，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般来讲是顺锋，啊，它在用笔上是有区别的，就是隶书呢。 笔锋和纸之间的这种摩擦力量是最大的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还要注意，就是我们在蘸这个墨的时候啊，很薄。那么我们在可能写啊若干个笔画啊，然后再去蘸墨啊，不要一个笔画呢蘸一次墨啊，让这样呢感觉呢就是它啊这个笔就是这个笔和纸之间呢它这个摩擦。 就细啊，这个减弱了啊，因为它是比较薄啊。有时往往我们在写若干个笔画以后还能写出来。这一笔啊，写出若干个这横画来，那么我们看啊，这个后面的这个笔画跟前面的笔画，那么相比较，它从啊这个力量上的这种对比。 也出来了，那么前头显着比较厚重，是吧？后面呢就感觉这个笔画沉实。我这样写呢是为大家示范，写的笔画稍微的啊这个粗了一些啊。那么就说李契的特点呢是需要笔画的劲挺啊，好像我们说这笔锋呢是针锥子要砌入啊砌入这个纸里去，这样呢这个笔画它的质感。 就出来了。那我们说呢，
这个收笔啊，要求自然，啊，它不像楷书啊，我们起笔和收笔要严谨，啊，尤其是到收笔处，要啊给它收好，收严谨了。隶书的这笔画是不需要的啊，它前头感觉严谨，后头就哎自然，啊，实际上呢，我们说呢这个。 收笔顶起笔可能更要难一些，啊，因为它要把握这个度，把握分寸，是吧？我们就说呢，收笔有时过于率啊率意了，显得潦草；那么过于的严谨，又感觉显得这个笔画呢写的拖沓，啊，拖沓。好，这是这个横画，隶书呢，标志性的或者是最具特点的一个笔画，就是这个坡画，啊，横坡画。 到东汉啊，是后期，啊，成书的这个隶书，也就是八分体，啊，就是这个坡画啊，蚕头燕尾，啊，这个笔画呢是非常的有代表性。那么我们写这个笔画呢，它这里头要讲究有提案了啊。前头我们讲写这个横画啊，实际上呢，它当然里头有含有提案，但是它不是强调的那么充分啊，好像你像这个横画呢，还跟 我们说那个，篆书的用笔还是接近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坡画，啊，那么是完全区别于这个篆书的用笔了啊。它是在篆书的这个用笔基础上强调了这个提案。横坡画，它的起笔也是要回锋下压，叙事往上推，逐渐逐渐提，到中间再往下摁。 摁完以后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啊，怎么出风，啊，有的学员呢就是练习快，啊，就随便这个把它甩出去了，啊，实际上我们说呢，这里头呢是要有动作的，啊，这个部分是要动作的，就是说下压提摁，摁到这儿以后呢提起来，啊，稍微提再摁斜视。 推啊，往上推着送，啊，给它送出去啊，而不是甩出去。它这个纳角啊，所谓的那纳角啊，破画的这个纳角，是吧？看着既飘逸又非常的沉实啊，这个需要呢我们反复的练习啊，也可以有的平一点啊，不是起伏那么大，但是哎，这里要动作，注意慢慢。 这是提起来的，我们如果啊看其反面，就能感觉到是吧？它的这个收笔是能够渗透过来的，不管是哪种书体，是吧？那么也就是说要这个沉着痛快。那么我们就说这飘逸啊，感觉是痛快，但是它不失之于沉着。哎，这也是我们在啊。 练这个隶书，特别是礼器碑，我们要充分注意的，这是第二个笔画。哎，竖画实际上就是横画，把它啊方向上的变化。但是呢，我们注意写隶书的这个竖，它是重心垂直，但是这个竖不能写直了啊，不能写直了。 不能呢写成这个样子，啊，当然看着很有力度，可是呢，这里头这个笔画感觉没有意味，写的呢就比较的这个板质啊，板质，啊，因此上呢，我们看呢这个礼器碑当中啊，这笔画是这样的，或者呢，还有的是稍微有点 X 型，啊。 这反 X， 啊，这种绝对直的是没有的。那么你像我们写这个中字啊，我如果把这个，你看这竖，它就感觉啊比较生动，那看着比较生动。如果我们把这个笔画，你看。
啊，这个笔画就感觉是吧比较死板，跟整体的这个其他的笔画啊，这个字看着呢，它就不和谐。我们在写这个竖的时候，要注意呢，就是说它要如果跟横画啊在搭接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，它是在啊，我们好比写这个十字啊，随便举一个字。 上头重，下头轻，穿到横以后是上，轻下重。那么我们看，实际上这个字呢是个圆心，都是外头重里头轻，这样字呢看着比较和谐。我们那以后在临礼器碑啊，我们看就是横和竖之间的这个关系啊，在这要注意，是吧？那不能呢就写成这样的。 啊，这样的，是吧？看着是不和谐。我们在临这个礼器碑一些范字的时候，注意这个关系啊，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。第三种笔画就是撇画啊，撇画。大家看，我先用这个啊基本的线啊这个短线，说明呢就是我们写这个撇画啊。 要呢注意它的这个节奏，还有呢就是由不同的直线给它串联成的，而不是呢就是啊这样一抹啊不是这样一抹的，啊它是由啊多个小直线啊这样写出来的，看着很这个圆转。 但是呢，它呢并不漂浮。我们前头讲那个沉着痛快，是吧？哎，感觉它还是非常的，啊，沉着的。我再写一遍。哎，这种撇呢，是叫回锋撇，啊，起笔都是，啊，这个要回锋的，啊，这个收笔把锋回去，是吧？就是。 藏头护尾，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漏风撇，一样，就只不过到哎呀，收笔把这个撇画呢，就是送出去了，啊，不是护尾了，啊，而是把这个尾呢送出去，哎，啊。 这个在礼器碑当中呢，这个两种笔画啊也十分的这个常见啊，它是交互使用，特别是呢我们在写这个两个字啊在一起啊离着很近，那么就是说这个要进行变化，也就是一个藏锋，一个呢就是出锋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这个捺画就是要注意一坡三折。 一坡三折，就是这一折，这一折，这一折，哎，这三个部分，啊，要把它这个表现出来，是吧？哎，反映出来，这一折下来逐渐摁，这是一折，然后在这调整。那么就是说，看似呢，它跟楷书的捺画呢相似，啊，但是呢，在书写上啊，它。 还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一个是楷书是用顺风，这个隶书呢是用这个逆风。好，我再写一遍，一折，两折，三折送出去，啊，要送的稍微远一点。我们看呢，有的就是说把这个折写大了，把这面写短了，那这不好，那这不好。哎，前头这折。 写的要短，顺势摁下去，啊，到这儿，再顺势往前送，啊，往前送，这样呢，看着字呢，这个字势，啊，也比较开张。我们在写撇画和捺画的时候呢，它也有一个基本的规律。
就是说，撇儿要往平处撇一点，啊，方向上是往平处走。这个捺儿呢，哎，要往纵处走，啊，就往竖向走。哎，它两个不在一个对称线上，啊，不在一个对称线上，这也是个基本规律。因为我们说呢，隶书呢呈扁式，楷书呢是曲。 纵式，就像这个步字，啊，哎，它必然的这个撇儿和这个横离着均，它就往横向走，啊，往横向，这个呢往纵向，这点方直，然后。 这个竖有点弧度，由轻到重，因为它在下面上起，下重，是吧？这样看着呢，就非常的，哎，自然啊，非常的自然，是吧？这是一个规律，春天的春。你看这撇儿，也是往横处。 这个捺儿要往纵处，你看，是吧？它是非常的，是自然。像这个字，我们如果说写那个“合”字，啊，把它完成。 看着基本上是和谐的，我们看，啊，这个写这个“和”字写楷书，正好跟它相反，啊，与它相反。 竖撇、平捺，它是吧？这画这个线，捺是在上的。这是一个规律啊，希望大家呢，就是说练一些笔画，还要放在这个字里去练，这样呢，就能够使这个笔画呢，它有了这个意义和它的作用。就知道这个笔画，哎，它应该啊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是比较合适的，是合理的，是吧？那么就是说，我们以后啊，在这个。 写一些个啊比较有变化的字，或者是让我们把这个字进行一些个其他方面的变化，哎，那么有了这个基础，啊，我们怎么去变，可能就是说万变不离其中。好，这一节呢，我为大家呢，讲解了李齐碑的横竖撇捺，希望大家呢反复的去结合着字啊去练习，下一讲呢。 我们再讲李齐碑的其他几个笔画，今天呢，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第二集三品课堂已经正式上线了，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，我们会陆续推出证书六家系列教学视频，微信搜索“三品名家”或者扫描文章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我们，了解更多艺术资讯，观看更多精彩视频。感谢合作媒体书法报和书法杂志的大力支持，订阅以上刊物可以了解到更加全面的三品课堂，将我们转发给更多的书画爱好者，还有机会获得精美的礼品相赠。相约三品课堂，我们下周三见。